各位行政長官剛剛是發表完施政報告的，現在出席了記者會，請大家隨便發問。粉紅色衫的小姐，謝謝。大家好，長官閣下你好，我廣視新聞部的記者，想問一下房屋方面，剛才長官也有提到出年會重開個經屋申請，提供4000個單位，都想問一下那4000個單位會在哪個地方興建，還有現在那個望下的社屋和體育館的工程會不會是受到影響呢？會影響那個供應方面的問題呢？我首先多謝你的問題。望下的工程呢，大家最近都知道呢，終審法院作出了裁決，特區政府呢將會堅定呢根據終審法院的裁決呢來到去辦事的，所以我們會根據終審法院的裁決裡面的判詞呢是去工作的，這個當然會有少少延遲的時間，但是呢是執行這個終審法院的裁決，這個第一個。第二個剛才問是明年將會重開經屋，咁呢個係事實嚟嘅。呢次我哋喺呢一屆政府裏面咧，羅南文司長同我都先後咧曾經向通過傳媒向澳門嘅廣大市民咧係表達咧，我哋係重開公屋嘅。而家有幾個建築嘅工作計劃係進行得如火如荼嘅，有啲亦都通過咗呢個條件規劃條件圖啦。包括了大家都知道新城 A 區，我們將會興建28000個公共房屋單位，是分如果我沒有記錯是4期來到去建造的，也都是大家都知道偉龍馬路另外一個呢也都是進行著這個工作的。第二那排那位男士，第三排那位男士，第三排那位男士，第二位行政長官你好，我新聞報道記者，我想問一下你，你個在施政報告中咧講出咧對區域合作咧戰略嗰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呢方面，澳門咧作為個國際旅遊城市啊，就推動呢個大灣區建設方面咧，請問一下，特區政府在未來一年咧在推動呢個旅遊經濟合作方面咧有咩具體嘅措施咧？唔該。我哋咧係好高興得到中央人民政府嘅支持啦，亦都係大家知道我哋係好重視區域合作，亦都係因為通過區域合作咧，係經濟適度多元，同時達到可持續發展。咁喺呢一個區域合作裏面咧，在中央嘅關心支持下，其實我哋參與咗多個區域合作，大家都知道包括咗泛珠三角嘅區域合作啦，剛剛你問到嘅粵港澳大灣區這個嘅由呢個澳門係九個城市兩個區嘅一份子咧，係我哋將會積極參與嘅。咁我哋現在咧係等候緊呢個粵港澳大灣區嘅總體規劃出台，我哋就會咧係積極咁樣融入喺呢個規劃裡面咧，剛才你所講嘅範圍咧去參與工作。咁我哋亦都前期嘅部署工作咧係做咗多方面啦。咁我哋亦都好感謝中央咧，作為澳門嘅行政長官咧，係粵港澳大灣區領導小組嘅成員，能夠直接參與啦。我哋亦都成立咗工作委員會啦。我哋亦都咧係有呢個工作小組咧，將來咧係會對每一個領域咧，我哋要參與嘅。我哋已經先後訪問咗九個城市啦，已經大家亦都進行咗多次嘅磋商。今日喺我嘅施政報告裏面，亦都係列出咗一啲我哋已經有合作嘅地區，包括咗珠海啦，包括咗中山啦，包括咗江門喺度探討呢個可能啦。所以如果總體規劃係唔好意思一出台咧，我哋就會積極融入咧去合作呢個計劃嘅進行嘅，特別係同九市。第三排嗰位女士，唔該。有市民日報嘅
崔特首，其實新土地法實施至今咧，其實土地政府就收取咗唔少呢個閒置土地，但係同時亦都引發咗唔少爭議，亦都有意見認為咧新土地法喺歸宅問題上存在呢個唔公平嘅現象。例如如果歸宅係政府嘅話，咁發展商仍然都係要收回土地，咁其實對於呢啲唔公平嘅情況，咁會唔會喺你任內解決得到咧？同埋你喺施政報告裏邊亦都提到有啲法院嘅 case 咧，亦會交俾個廉署去研究，並且由廉署提交呢個建議同埋呢個改善方案。咁其實係咪將呢個波交俾廉署咧？同埋會唔會其實都有呢個時間表咧？唔該。首先我要澄清一點咧，我嘅工作唔係負責交波，我嘅工作咧係負責下達我嘅指示去俾下面去工作，同我哋形成一個團隊。所以咧，今次我點解要俾廉署工去工作呢個範圍咧？因為佢係有反民行政違法呢個功能嘅，咁所以我指示廉政專員咧係要咁樣做。咁呢個嘅原因咧，我覺得你剛才講得好好，社會係有好多嘅意見咧，係對於我哋根據新土地法將呢個土地25年期滿嘅土地咧，係通過行政程序。如果行政程序係唔能夠達成通過司法程序咧，係收回呢啲土地。今次嘅做法主要係有兩個嘅重點嘅。第一，我哋係好想體現到社會嘅公平，所以我哋係透過廉政公署咧，係去將每一個個案咧嚟到重新去檢查、檢視佢喺整個行政程序嘅過程之中咧有冇唔符合行政嘅程序。到底這個過程之中，我們是否有做得不適合的地方？所以一個是公平，第二個呢是獨立去調查呢。如果我們是沒有做到不公平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得到個事實，亦都經過裁決。如果在行政行為方面，我們做得有不公平的地方，廉署會給建議我們怎樣去處理和改善。這個呢是我收了很多意見之後呢是作出的決定來的，但是我們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呢，一定要負責任的，請你放心。Okay. 各位，第三排白衫的長官你好，我是奧亞衛視的記者，主要都想問一下關於賭牌政府有沒有意係將賭牌短暫續期到2022年再交由下屆政府去處理賭牌嗰個續期問題呢？如果政府是有意咁樣做的話，咁長官可唔可以講一講相關的一啲法理依據呢？係唔該。OK。首先嚟講，我今日喺施政報告同大家介紹咗咧，經過中期檢討之後咧，我哋係做緊工作，關於呢個賭牌到期。賭牌到期方面咧，有分開係2020兩間啦，2022年咧係4間嘅。我哋將會喺2022年到期之前咧，係進行呢個競投。而早兩年到期嘅呢兩間咧，我哋亦都係喺研究嘅當中點樣去處理，而亦都咧係做緊咧相關嘅工作。喺適時咧，我哋就會公布。而家距離2020同埋距離2022年咧，係仲有一段嘅時間。至於依據方面咧，到時我哋一定會係公開透明咁樣，讓廣大嘅市民知道。第一排嗰位報文記者，唔該。長官閣下，午安。我係 TDM 主席 Costa Santos。我就想問一問，因為頭先你講到咧會有一個公共安全教育嘅，咁會喺啲學校度咧係一必修科目。我想問咧會係點樣去教咧，同埋係咩年級去受教咧？唔該曬。呢個咧係我哋整體嚟講咧係一個部署，我哋將會咧喺教育嘅範疇裡面咧引入公共安全嘅教育，使到喺學校裡面咧有呢個課程嘅進修咧，係使到佢能夠吸收呢方面嘅知識嘅。下位，第二排白衫黑衫嗰位女士，唔該。
特首你好，我是代表蓮花衛視澳網開港節目組向你提問。我們知道港珠澳大橋已經正式通車了一段時間，我們在節目中都聽到不少的市民反映，比如澳門的配套設施不足、口岸的指示牌不夠清晰，以及排隊輪候上車的時間比較長，以及東方明珠迴旋處的交通擠塞等情況。請問政府有什麼措施可以來改善上述的問題？謝謝。港珠澳大橋呢是通車之後呢是很短的時間，正如羅蘭文司長和各位也都解釋過呢，我們要觀察一段的時間呢來到去吸收在哪方面的不足呢予以改善。剛才你提到的幾點呢大家都已經關心到，包括了特區政府，我們是會呢是盡快去改善情況。至於交通的情況呢，我們還需要一段的時間呢來到呢是做緊呢個計劃，去點樣去疏導喺整個區嚟講嘅。呢個羅司長同佢團隊已經同大家分享過嘅。後面嗰排嗰位女士，係背身，唔該，係唔該。長官你好，韓光日報記者。我哋見到咧，今次嗰、那個施政報告裏邊有提到咧，係推動澳門喺融入嗰個珠三角西岸高鐵規劃嘅可能性。咁我哋想跟進一下點樣可以嗰、那個有冇啲具體嘅計劃咧，同埋嗰個輕軌工程而家氹仔都未通，咁未來大概有咩可能性可以加入國家嗰個高鐵嘅線路咧？唔該。因為咧喺粵港澳大灣區的總體規劃裏面咧，喺根據我哋嘅估計咧，互聯互通咧係非常之重要，而國家嘅高鐵網絡咧，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貫通嘅交通運輸嘅系統。咁所以我哋會做一個前期嘅研究咧，係研究我哋係點樣能夠咧係喺呢個系統裏面咧能夠接駁。當然有多種嘅接駁唔同方式，但係我哋亦都咧係願意去研究。而澳門的輕軌咧，將要喺明年咧，就是氹仔路段咧，係將會開始運作。係，你後面嗰排嗰位係黑衫嗰位女士，係方便係唔該。特首你好，澳日記者想問咧，特首曾經就承諾過會設立一個現金財政嘅盈餘分享機制啊，但係而家喺冇呢個機制之下咧，點解加現金分享？你覺得會唔會為下屆政府留低10,000元呢個底價嘅壓力咧？我諗呢個主要咧，大家知道係一個共建共享嘅制度，就係要每年咧經過咗大家嘅初步核算咧。嚟到睇到我哋係有盈餘咧，然後就同廣大嘅居民咧去分享嘅。所以我諗，如果冇盈餘咧，基本上就唔存在分享嘅。但係我哋好高興啦，喺廣大同廣大市民嘅努力下咧，我哋係最近一次咧都取得超過400億嘅盈餘啦。大家睇到，咁所以我哋能夠咧有呢一個咧係共建共享嘅。咁至於呢個長效機制咧，喺我競選行政長官的時候確實是有談到的，那在下一年呢我們將會呢進行相關的工作。第一排中間那位黑衫的女士，請問行政長官閣下你好，我是澳門電台記者。是剛剛咧睇到你明年度嘅施政報告，見到你結語部分咧都特別有一句句子話，會用更大嘅成績咧向祖國獻禮。我想問下你心目中咧你自己描繪嘅獻禮嘅部分，會將澳門咧打造成乜嘢局面咧？你又你自己心面描繪到係咩地步咧？你又有幾大信心喺下一年咧又會做到咩嘅地步啊？唔該。我哋好想咧喺呢一屆政府任期滿嘅時候咧，能夠咧係做到幾項嘅工作啦，包括咗我哋有比較豐厚嘅財政儲備啦，亦都咧係通過行政程序、司法程序同埋填海等工程咧，係儲備到一批嘅土地嘅資源啦。我哋更希望咧，我哋嘅而家係六大長效機制咧，係能夠咧係構建得鞏固地咁樣能夠延續落去啦，亦都係希望喺明年，特別係新一屆政府嘅2020年咧，我哋嘅5年計劃嘅目標咧，能夠達到超過75%啦。
但我很高興跟大家講，今天施政報告裡面在過去我們所達到的目標的比例是高於這個數，所以我們是希望做好這幾樣的工作來到是做好為下一屆政府是順利交班，和有這個幾項的成績能夠給下一任政府。如果全部做到了，我們就是我們的目標。後面那位蒲文的女同事，是那位是沒錯。長官你好，我是奧美的，我是這個的是論壇部的。剛才呢長官就講到呢，會對於呢個的土地法呢是進行一個的更深的一個的研究，更深的一個的檢視的，是不是即是說呢土地法會即將會是進行修改呢？謝謝，好多謝你的問題。土地法呢我們是嚴格執行的，對於土地法執行到一段的時間呢，我們確實聽到很多不同的意見。基於這樣的原因呢，這些意見很大部分呢在我們的行政程序上面，所以呢我是由廉政專員方面呢作一個呢是檢視關於這個土地法執行的時候這些個案，來到呢讓他檢視了回顧了整 個行政程序的過程呢，是向我報告翻，依家係未涉及任何修法嘅行為，而家係將所有嘅個案咧係重新嚟到去檢視。係前面呢位女士。長官你好，我是彭博社的記者嘉怡。我其實想問一下你對於出年整個博彩業的市況的睇法嘅，因為其實中國睇到增速區經濟增速都放緩啦，咁包括中美貿易戰的不確定性啦，咁呢幾個月其實個博彩收入的增速，尤其貴賓廳都急劇下跌嘅。你覺得其實出年的趨勢是不是這樣呢？還有就是施政報告我看到其實對於這個行業監管的字眼是遠遠多過推動的，其實在這樣的市況下會不會覺得這樣加強監管會進一步地拉低個增速呢？麻煩你。我想我們在過去幾年呢都是很積極，包括了中期檢討，包括了未來發展呢，我們的博彩業呢是希望能夠配合呢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這個定位去發展，亦都係咧，係支持綜合項目咧，喺博彩元素同非博彩元素嘅比例能夠拉近一啲。至於明年嚟講，我哋總嘅基調係穩中求進，我哋對整個博彩業咧依然係審慎樂觀嘅態度去睇嘅。但係檢討同埋監督呢方面咧係有助於健康嘅發展。我哋主要咧希望未來咧係有一個健康嘅發展喺博彩業。同時非博彩的元素增加，更加重要就是配合到整個地區發展的目標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準備咪有冇其他位有啲問？各位未問過嘅係第二排嗰位，唔該。Boa tarde, Andréia Silva, do Jornal Hoje Macau. Eu queria perguntar se vai promover trabalhos quando há implementação da lei sindical ou quando há implementação da lei sindical ainda dentro do seu mandato. 工會法咧，會唔會係一個嘅推進咧？同埋現時嘅政府嘅態度係點樣咧？唔該。就工會法嘅問題咧，已經喺過去喺立法會咧係有幾次嘅經驗，大家亦睇到咗呢個的結果，咁喺呢一方面咧係比較明確嘅，所以政府暫時無意係主動咧係提案關於呢個工會法。後面嗰位係未問過，係後面嗰位女士係。係特首你好，特首你講話明年你回應啱啱回應明年有4000經屋開隊嘅時候有提到偉龍馬路同埋 A 區兩個地方嘅，咁我就想問下係咪明年咧偉龍馬路同埋 A 區兩個地方都會經屋開隊，同埋羅斯有講過其實短中期都冇經屋供應嘅，咁係咪要啲申請者要等好多年先至可以上樓？咁你曾經有承諾過 A 區起28000嘅公屋啦，咁到而家一間屋都未有，咁係咪將呢個
即係將呢個責任交俾下一屆嘅政府？我諗我嘅角度同你嘅角度睇法可能有啲唔同。我覺得我哋係處於一個咧土地資源同埋財政資源咧都比較充足嘅情況下咧，嚟到交俾下一屆政府咧係有利去推動咧公共房屋嘅政策。過去大家都要明白，最困難嘅係尋找土地，亦都係隨住就係呢一屆嘅幾年咧，政府嘅財政儲備咧依然係有充足力量咧去支持公屋嘅建設。咁所以咧喺我哋任內，我哋係承諾開隊，同時咧喺呢一個 A 區裏面咧，其實我哋係好感謝廣東省，因為港珠澳嘅大橋建設咧，我哋嘅工商係停頓咗一段頗長嘅時間，令到喺 A 區嘅填海造地工程咧係受到一定嘅延遲嘅。咁但係喺廣東省嘅全力支持下咧，亦都係最後完成咗，而家咧係已經進入建設期，咁亦都咧係有多份嘅規劃條件圖咧，係亦都已經係遞交咗俾城規會。所以咧，我哋嘅承諾係經屋開隊嘅。往後我相信呢幾年嘅建設咧，就會令到咧我哋嘅公共房屋咧係提升呢個供應量，同埋咧能夠達到我哋所答應嘅要求，就係我哋以公共房屋咧嚟到係作為我哋重點嘅建設同埋公共設施。各位係，各位葡文各位女士。Boa tarde, Catarina Villanova, do Ponto Final. 我係句號報 Catarina Villanova 嘅。喺施政報告度咧，特首閣下咧，咁就話咧呢啲有關呢啲博彩業嘅一啲牌咧，就話會聽取各方面嘅意見啦。咁我想問一問啦，其實會唔會召開一啲公開嘅諮詢咧？喺你嘅任期內。咁另外啦，呢啲賭牌啦，其實會唔會係留俾下一屆政府去解決嘅咧？唔該曬。六個嘅博彩牌照咧，係兩個喺2020到期，兩個亦都係喺2022到期。我嘅任期咧就係去到2019年12月19日，咁呢個咧亦都係超越咗我嘅任期，我唔能夠去答應一啲事係超越我任期嘅，我只係負責任喺我哋呢一個政府嘅團隊裏面咧做好相關準備嘅工作。係，你明唔明？係論盡媒體記者，想問翻即係頭先即係有兩位行家都追緊問緊嗰個經屋嗰個4000究竟喺邊度嘅問題，即係特首你都冇正面咁樣答過呢個問題啦。其實咁不如話嗰4000個單位點樣得出呢個結果出嚟咧？係政府究竟依家有幾多個咁嘅單位起緊，係可以確定到喺邊度咁樣咧？同埋嗰個户型嗰經屋嗰個户型係點樣咧？唔該。我諗你。講我所答嘅問題，或者我答得唔清楚，首先唔好意思。我係根據羅司長俾我哋嘅信息咧，係兩個工作計劃都係同步進行緊。咁我當然希望兩樣都能夠成功啦。但係一個成功嘅話，我哋亦都係符合咗我哋4000嘅單位啦。呢個係偉龍馬路，大家已經聽佢公布過一個，亦都係 A 區新城填海區嘅。咁如果你要我一定要選擇一個嚟到答覆你嘅。我係先答覆偉龍馬路，跟住 A 區啊。阿文係係第三排嗰位男士，唔該。我又追問一個嗰個房屋嘅問題。澳門嘅而家嘅房屋高企咧，就係大家都知道嘅，尤其年輕人上樓嘅問題咧比較難，即係。國家領導人都講過啦，即係房屋係嚟住嘅，唔係炒嘅。我想問特首咧，我哋每一年咧，除咗做好啲公共房屋嘅政策之外咧，有冇有好似內地咁樣推出一啲針對啲私人樓宇個一啲調控措施或者辣椒嚟調好呢個健康呢個樓宇市場，咁至可以讓得更多個年輕人可以上樓咧？唔該。我哋咧。其實呢一屆政府好重視咧，就係公共房屋呢個方面。我哋要做好公共房屋基本土地嘅儲備啦、財政資源嘅準備啦，同埋咧規劃
係令到有足夠嘅土地咧，未來興建咧呢一個公共房屋。我係同意，同埋我亦都係多次表達咧，我覺得私營房屋嘅價錢咧係貴嘅。咁但係我哋而家亦係密切留意住整個私營市場。如果個需要嘅時候，政府當然係會出手啦。呢個係視乎情況而定所以政府係密切注意住整個地產市場、樓市市場有需要嘅時候，政府係會出手嘅。各位男士，唔該。長官你好啦，都想問翻係關於其實而家石排灣嗰啲土地咧係仲未回收到嘅，係想問下而家係面對住係點樣嘅問題，所以先導致未能夠回收到咧？同埋政府係仲有幾多土地係未能夠回收到？有冇一個確實嘅回收嗰個時間表咧？而定係其實會係留翻去下屆政府去再繼續處理相關嘅問題咧？唔該。我想很難有一個確實的答覆，因為我們回收土地的時候一般是先用行政程序，之後很多時候都進入司法程序，司法程序也不是行政當局能夠控制，這個是一個事實。但所以我們呢在土地方面的部門呢是在網上是公布我們有多少土地是收回的，也都有多少土地我們是進行相關工作。我只能夠說我們是盡最大的努力，他希望呢根據新土地法呢能夠依法是收回的土地呢我們是收回。各位各位女士先是黑衫各位。Boa tarde, senhor chefe de executivo. 行政長官閣下午安。Boa tarde, Marta Mel da Rádio. 我是 Marta Mel da. 我是澳門電台的。Deixa a liderança do governo no próximo ano, 2019.já a data para 啱啱先講到咧，你嘅任期去到2019年啦。咁想問一問咧，你會唔會話暫時已經有一個嘅想法？譬如話下一屆嘅行政長官候選人會係邊一個咧？會唔會話已經有啲想法咧？唔該。我哋咧好多謝你嘅問題。我哋今屆政府咧係希望盡我哋最大嘅努力啦。根據呢個相關嘅法律咧，係喺明年咧係選出呢個新嘅行政長官，但係到目前嚟講咧，我真係冇任何人接觸過我，我亦都真係唔知道邊個係下一任嘅行政長官。我相信都係依法選舉產生。係咪？各位女士，唔得，黑衫嘅女士。長官你好，力報記者，想問一下咧，咁睇翻報告提到話土地法依家係即係可能交俾廉署去分析咧，咁其實即係淨係想問一下，咁係咪即係喺長官你任內即係都係唔會考慮修法啊土地法？我頭先都解釋得咗，而家係交俾廉政專員咧，係將每一個個案咧係根據佢哋嘅分析嚟到檢視我哋行政程序上每一個步驟咧，做得是否穩妥，收唔收法，我相信唔係依一個步驟裡面咧，係能夠去表明。我連報告都未收到，佢哋開始查緊工作嘅話，我喺呢度咧唔能夠假設性咧係向你報告進行收法或者唔收法，根本我係等緊佢嘅報告，報告亦會公開嘅，大家請放心。最後一個問題，前面呢位女士。長官你好啊，頭先你都提到啦，因為倒派續期唔係你任內嘅事，但係咧呢屆政府咧就會積極做好一啲準備嘅工作啦。咁其實我哋會唔會可以預期咧喺你任內咧，其實可能會即係盡量完成呢個可能競投規則嘅一啲初稿嘅編寫啦，甚至會進入開展一啲公眾諮詢咁樣咧？唔該曬。我諗有幾方面工作我哋係做咗啦，中期檢討啦，大家亦都知道啦。我哋亦都咧係盡量去做好咧，點樣能夠符合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啦。更加我哋係要做好，大家都知道健康嘅博彩啦，同埋係喺發展方面咧係平衡博彩同埋非博彩元素啦。其實仲有幾個要點我哋好關心嘅，一個就係本地人嘅就業問題啦，一個咧亦都係就係關心到咧係呢個競爭嘅問題啦。咁呢啲都係我哋而家係喺我哋準備過程之中咧，係嚟到做緊準備，特別係法律法規嘅修訂。
OK， 最後一個問題就係最後一個問題，各位報名，報名先。行政長官閣下你好，啱啱先咧，長官都有提到澳門咧會係未來一年啦，都會繼續咧係會發放一啲嘅津貼啊，或者係資助咁樣嘅。咁會唔會話令到澳門咧變咗一個過分依賴呢啲資助嘅一個社會咧？唔該。好多謝你嘅問題。喺答呢個問題咧，首先我哋係會好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就係量入為出咧。嚟到平衡呢個預算，如果係有呢個盈餘嘅時候咧，我哋係好希望能夠同廣大市民咧係共建共享嘅。但係另一方面咧，我哋亦都係咧好專注咧去構建呢個長效嘅機制。呢個長效嘅機制一方面係俾廣大嘅市民一個好嘅保障同埋咧成長，另一個咧亦都係咧保持到我哋嘅競爭力咧嚟到咧係。為未來的發展，所以我們所給予的給廣大市民分享的好福利的好呢，都是在我們的預算之內呢，是不會超越了這個自負盈虧基本的原則的，所以請放心。但是很高興向大家報告呢，我們在最近的一年，如果我沒有記錯應該是最近的一年的結算呢，都是超過了400億元的盈餘，所以我哋係保持到好好嘅呢個盈餘嘅，就係2017年咧，我哋有450億嘅盈餘。咁財政嘅儲備咧，2018年去到九月咧，我哋咧係有5549億，而外匯儲備咧，我哋係有1548億，所以財政上咧係比較穩健嘅。而我哋明年嘅總基調咧就係穩中求進嘅。所以剛才大家問了很多關於房屋的問題，我們這屆政府比較有信心，就是我們是可以做得到有土地的儲備，同時也是有財政的儲備來到去構建公共房屋和這個公共的設施的。多謝了，多謝各位，今天記者會結束了，多謝行政長官出席，多謝。